Sony 跟任天堂都有推出过旗下电玩明星齐聚一堂的作品，所以呢 Sega 公司也是不示弱，要集合了音速小子以及旗下的作品角色一起要来个赛车竞速，而且呢跑道还是横跨了海陆空，让你呢可以变飞机也可以变快艇，游戏更加多元也更加有趣咯。这个已经纵横游戏界20多年的电玩明星即将推出最新作品音速小子与 Sega 全明星变形赛车，要玩家一起来场陆海空大飙车。游戏中将出现以音速小子为首的 Sega 众家电玩明星，一起展开飙车大晋级。玩家除了可以多人连线同欢之外，还能以各种道具来攻击对手，玩起来超欢乐的。而且不同以往的是，这一次游戏舞台包含陆海空，在地面上以赛车的方式进行，也能变形飞机飞到天空，或是变成快艇驰骋水面，让游戏乐趣更多元。至于游戏舞台设计也更多样化，让你要飞要跑都可以，呼朋引伴一起玩更加有趣哦。